对于中共鱼雷快艇投奔自由这件事，您的意见怎么样？这次他发生的事情以后呢，他的航程不够。各位看，你从青岛这里哈，从青岛这里到了群山，差不多超过这个180海里。那么它的这个油料啊，就能够走到这个地方为止，所以它产生了一个打斗以后呢，它停在这个地方，那么被这个韩国的渔船发现。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船上的人士，同时也因为中共海军里头的人士的问题，因为最近他们正在整肃许多人而引起的。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请您分析目前中共海军的情势。海军呢，他这个整个中共的军队来讲，在他所谓四个现代化里头，优先比较晚一点点，比较厚一点点，这个可能是中共的军人的不满意的一点。那么就海军方面来讲呢，他们的预算呢，在三军里头算是多的，但是他们主要的问题呢，是碰到里头的建军的路线的问题。因为尤其是美国最近幻想要帮助他们做新的海军或者更现代化的海军，因此呢，像这种 P6 这种船呢，是20年以前做的，所以可能呢，许多大量的这些船呢，要碰到这个解编等等的问题。我想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政策没有把握住，